前被狗仔爆料一夜情与堕胎事件，让形象严重受创，也连带影响他参与的陆纵奔跑吧直接停播两周，终于在14日再度播出，没想到却直接被批到完全消失，陆网更形容是原地消失术，大战后置很厉害，不过还是有被眼尖的网友发现有一幕只露出脚的诡异画面，也在网上引起讨论。负责后置的公司无奈发文表示，最后两期真的好不容易，好久没有发微博，的确团队这几天压力很大，似乎在网上吐苦水。随即涌入大票网友关心，没多久后该篇贴文又被删除，不过网友看了则纷纷留言安慰表示，后制人员只有两个礼拜，能修成这样已经很厉害，大家就不要太严格了。